及目前就读于美国伦斯理工学院，是一名数学专业的大三学生。项目现在在成都高新区银创动力投资公司实习。通过我们学校 Student 的邮件了解到了 Gmail 的实习项目。我们目前在投资服务部实习，职位是投资经理助理，主要进行贷款项目以及补助项目的前期数据收集与整理，经过核对后上交给领导进行，后就可以放到银行入账，然后放到入账，然后就算是一个记录在案。参加了由我们公司承办的海科杯华人华侨海外华人华侨创新创业大赛。在这次比赛之中，我见识到了很多的新兴的科技产业，比如电子科技以及医疗科技等等方面，让我对于我专业知识的应用范围有了一个更广泛的认知，以及在专业知识深度上提升。我实习的间隙，我积极参加 Gmail 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所举办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日的活动中，我重新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且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